July 5th, it's my daughter's birthday. 她跟我开一个很大的玩笑。以后每一年的这一天，我是要做生日，还是要做忌日？她不该跟我开这个玩笑，日子怎么过？我是欣妮，今晚我跟她約了吃飯，就是現在。我很不喜歡她用這些方式來跟我見面，我很生氣，我不歡喜，她令我很心痛。我跟她認識大概20年，可是我们不是常常见面，我们用电话、用写字，互相的关怀，一直保持到现在。我喜欢他，他对事业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专业，光芒万色。他对家里面是那么的孝顺，她姐妹那么情深，她对她的朋友像阳光一样的温暖。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生。July 5th, it's my daughter's birthday. 她选择这一天的离开我们。他跟我开一个很大的玩笑，我也不喜欢。以后每一年的这一天，我是要做生日，还是要做忌日？他不该跟我开这个玩笑，日子怎么过？今天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想要，也是特别，来送他最后的一程。所以我知道他会到另一个极乐世界去做一个可爱又美丽又快乐的天使，从头开始。我觉得我跟他的感情有点像是神交，我不知道你们可以了解那一种感情吗？不需要见面，但是觉得我们认识了一世、两世、三世。如果他愿意，如果他愿意，下辈子我也愿意跟他做好知己。我相信 Coco 会喜欢的，对吗？我希望 Coco 在天之灵保佑家里人，在没有压力、没有是非、没有困难的情形之下，把他没有完成的事情好好的把它体体面面的把它做好，把它完成。我珍妮，我女儿 Melody， 我代表所有爱他的歌迷、热爱他的歌迷，在这个地方送他走在最后一程，希望他好走。 We will always love you, Coco. I love you. Amen. 谢谢珍妮，我们再跟 Coco 鞠三个躬。